在新的一年到来的时候，一定有很多人想要知道你在这个新的一年里面的运势如何。我们为了要鼓励大家，就是不要把事情全部都赖在命运的身上，所以我们今天邀请了10位贵宾，他们呢，理论上都是对命运很有研究的人，他们自己都会遭遇过不顺遂的事情，所以这样应该就可以让看电视的人觉得，其实不要每件事情都要靠算命来决定。我们欢迎10位贵宾，欢迎你们好。欢迎。其实我自己本身也很爱算命，然后也很会算命。你用的方法是？譬如说星座命盘呐，或者是说以前会算塔罗牌。所以你有算到你会跟 Andy 分手吗？我没有算他。如果是旁边这九位老师的话，你会你跟他们不一定都熟嘛？如果有一个可以随便你问的话，你最优先会问谁？其实我的名字就是濮阳老师取的。不是蔡尚基吗？不是，因为蔡尚基说演艺圈几乎全部的艺人都是他取的名字啊。啊，没有，我没有说过这句话。老师，你跟濮阳撞头哎。不是，因为濮阳好像之前留的是短一点的头发吧？对，想要改变造型，看起来会年轻一点。那白色是本来的发丝还是染的？本来的发丝，但我最近开始吃中药，开始变黑了，已经开始变黑了。可是因为万一民众不是很记得他们的名字，他就说我要找那个白头发的算。有哎，网路上濮阳那边画白白那个，对，因为星星王子也渐渐白了，所以你可以找星星王子。哎，濮阳是听说是蔡依林、杨丞琳、高以翔都是你取的？对，安以轩、安心雅，包括最近的徐志奇。徐志奇，你取的时候是用什么策略啊？我是希望他出名气，他要求就是要出名而已。比方说米可白，你满意吗？我满意啊，我对我取的名字超满意。该不会连蔡尚基也是你取的吧？他自个取的吧？蔡尚基的名字实在太像鸡上河了。对啊。所以当时选择濮阳的原因是什么？那时候是唱片公司嘛，唱片公司已经之前找另外一个老师，然后取好多好多名字，然后我们跟范范呢就徐杰都不喜欢，然后后来他们就说有一个濮阳老师非常有名，而且那时候我在算命去的时候就排队，然后我们就看之前是另外一个滚石的两个主管在算。如果要说大家自己对命运有判断，可是却遭遇到不顺遂的事情。我觉得郑雅芸那件事是算非常不顺的一件事，那个很大的事件呢，老师。你跟女儿怎么了？应该是说我在很年轻的时候，我就养了一个亲人的孩子。是。那么当时呢，其实我也在研究命理。我在20多岁的时候，一个老师就讲说：“他说你怎么会养这个孩子？”我说：“他父母双亡啊，他不养谁养这样子？”对。这个老师就铁口直断就说：“你养他。”将来呢，他一定是被你跟你就是众叛亲离，而且可能会，就是让你损失掉很多很多的钱财。可是我说，我不养，没有人要养了。那当时呢，其实我只是抱着这样的一个念头，我觉得爱心其实是可以感化一切的。那么后来呢，在2年前他要结婚了，那么结婚的时候，我想说，因为他无父无母，所以呢，我就把就是送他一栋就是免付头期款的一个，就是他只要付贷款的房子。对，产后贷。那订完婚以后呢，没有想到他翻脸不认人，因为没有付贷款。哦，你怎么不付清啊？没有没有，就是他不，我缴了自备款，他只要付贷款就好了。因为他在气你不把他全部缴完。是啊是啊，没错，真的。真的吗？那你就赶快缴完了。他在网上写了说，我哪有人送房子还要人家缴钱的？对啊。然后还说我给他的衣服穿的都是旧衣服，那我本来打算是要告他的。哦。然后我一直告诉我自己，我觉得什么事情都是可以透过，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官府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挡掉的，就是我们就是不要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呢，本来我是想把他要回房子，后来他房子他也卖了，那我也没有跟他要回钱。那到现在我还是觉得很想做这个一件事，很想告他。对，但是我也想说，其实，我相信哦，就是他拿这些钱，他不会快乐，他是很困难抉择的。每一件事情就是你认识的人。你旁边的人，还有你的亲人，这种是很难做抉择的，因为一般人，比如说不认识的人，你会教他说，你要斩断这个关系，或者
不要再跟他往来。但是通常会害你的人都是身旁的人多。你说职场上也是一样啊，主管啊，旁边的，你是不是最近被害了？对，那家人啊，借钱不还啦，兄弟姐妹啦，还有员工啊。所以害你的也是你送了他房子，然后没有付贷款吗？那当然不是，都是我的身旁的，像学生啊，员工啊。他怎么害你呢？就去年那件事。是说你不准吗？还是？也不是。因为他去爆料说，我两个月赚800多万嘛，跟一周刊爆料嘛。那我的学生其实生活过得并不好，那因为他也赔了很多钱。你两个月赚800多万啊？有这么好赚吗，康永哥？有啊。不可能啊，我又不是艺人啊。你身上那个狗那么亮。那么亮是因为配合节庆啊，哈。没有爆料后发生了什么事啊？也还好，现在就是恐吓嘛，恐吓取材，我现在还好，还好啊，因为已经移送啦。你告他恐吓啊？对，我告他恐吓取材啊，已经移送啦。我觉得该走法律途径还是得走法律途径啊。在座各位很多人都是在算命这个领域里面成名很早的话，理论上应该节目越接越多，或者是不至于节目被人家夺走。对。可是几位老师都有经验，就是你们常上的命理节目，结果被人家抢走的吗？有吗？一定有的，很多吧。我是开运的时候，我自己走的，每一个都会有。你自己走的。其实每个药不一样，在座可能都希望曝光嘛。对啊，张伟忠老师都已经走谐星路线。张伟忠就拍连续剧了，对不对？真的还假的？他很夸张啊。星星王子呢？我不算被夺走吧，应该就是节目停了，就这么简单。你不是出唱片了吗？我没有出唱片。我以为你是玲珑学。不，这真的，很多人到现在还以为我们俩是双胞胎，是，还以为我们俩是兄弟。然后到现在还有人，还有一个老板娘最好笑，每次看到我就说你姓林对不对？我说啊，我是啊，我不姓林啊。连他妈妈看到我都觉得说，哎，你怎么那么像我？哎，可是命理节目本身被停掉这件事情，不就有点奇怪吗？对啊。所以没有一个老师会帮一个制作人算说我们这个节目快停了。每个老师都会觉得制作人 OK 啊。当时都是这样子的，每个老师会觉得说很好啊，很好啊，就是说做节目，对啊，也不太会去跟制作人讲说你这个节目的寿命会很短，哪里会这样讲？因为没有一个人要听不好的，哦，收视希望长红，希望他越做越久。所以你认为你如果去跟制作人说你这个节目做3个月就会收掉，他以后就不请你了，是不是？一定会，就觉得你很乌鸦嘴。对。我跟你讲，可是会唱衰嘛，人家会觉得唱衰嘛，不好嘛。这几位老师啊，到目前为止表现出最专业的，你知道是谁吗？谁？蔡尚基，因为他从头到尾一直时不时就会这样拿笔这样写，写。老师你在写什么？又没有问你问题。再说晚上要吃青椒炒牛肉饭。他可能是在学综艺节目主持人吧，就是假装记笔记。对，就老师你真的有在写什么有用的资讯吗？有啊，刚刚各位老师讲的都要记录起来，才知道刚刚他们讲些什么嘛，对不对？可是没有要问你刚刚他们讲什么。对啊。没关系，但是以后节目可以只要能够吸收他们的资讯，也算是我的成长。我听说你18岁就出书讲算命的事啊？是，我应该是16岁进入这个行业。那16岁进入这个行业也是算是我18岁，不管写什么书都是很厉害的事情啊。对，这一本就是我特别带来，这个是我18岁出的书，这一本市面上已经找不到了，已经绝版了。那文字通顺吗？文字的部分是还 OK 啦，最主要是专业的部分呐。因为并不能说不通顺，你这个衰鬼哈哈哈去死吧。18岁是高中生呢，有办法写。通常命理书的书不像这一些散文小说的书，它必须要有很深奥的文字。小梦，你现在几岁？我现在30岁。所以你通灵是几岁？我大概是在13岁的时候。完蛋了，较劲儿。他13岁就通灵了。所以通灵有到多严重的程度？像我的话是可以看得到人家的光。你看到我的苹果光吗？所以你可以中天收手了。哪里给我拿出来？站起来，听不你的位置。难怪是看不到。没有把他位置就收走苹果吗？是，我有看到是说是，如果说像 S 姐的话是有看到说，生小孩子的光，就是有。你说他又要生了？真的假的？今年的话可能会有这种光。真的假的？是因为每一个人的光，他有生小孩子的光长什么样子？上面写生小孩是不是？它会有颜色，比如说它会出现绿色或黄色或者是紫色。在哪里？对，它是在上面这边，对，没有这边，这边吗？对，这边，这边侧边，这边，在上面一点点，这边，对，你不要把它弄掉了。然
后这边就有一个绿色的，像是鸟巢的那种颜色。鸟巢，你刚刚在烦我，是你自己的鸟巢吗？是你那个石鸟，它自己有鸟巢。然后那你怎么知道那个光是表示要生小孩了？因为这是我从小的经验，因为就是我在南部的时候，每次都会看到每一个人不同的光，然后就是我都会去揣测说这个光到底是他接下来会怎么样。真的？对，为什么光？为什么光？感情不顺的光。屁啦！真的太娱乐性了。对呀，就是看到我想生小孩就不会。这样，所以要你这样讲不行，因为娱乐新闻都有登这几个明星的事啊。没有，因为它是每种光都有不同的颜色，然后代表的那个程度都不一样。可是因为你讲出来的内容就是娱乐新闻都登过的，我们就会觉得。那我有什么光？因为你的帽子盖住了，所以你要打开你的帽子。拿掉，拿掉，给他看一下。所以他万一说你有拍电影的光，那又是娱乐新闻里面的事啊。那请问另外几位老师都有光吗？有，你敢讲啊？别的老师自己看不到光，被你看到了。有，像林老师就有看到他的光。什么光？对，就是一道太阳。什么样？我不太好意思讲哎。讲啊，无所谓，你只要我感情不顺都敢讲了。真的。来，请说。最近可能会有一笔钱的支出，然后可能是应该不是好的啦，对。破财就是对对，会破财这样子。你说那是要付我最近生意很好，就是说可能在下半年的时候。最近没在信啊，他说他最近生意很好。我最近生意很好，过年期间很多人算明年的运势哎。是是，你刚刚讲的没有人喜欢听不好的话，所以没。他说下半年还没到嘛，哈，那我们就等下半年。对，那我想哈，其实我在这个业界已经30年了。那我在香港学算命学了5年，才回来台湾。在香港开一开2年才回来台湾。那蔡老师说他18岁写的，我在香港的那个5年当中，我写了20几万字，写20几万几册。是在比赛这件事？是他在生气？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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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每一个人专业不同嘛。哦，那我觉得每一个老师都有不同的专业。所以刚才小梦说你下半年会破财这事情，你心里面有偷骂说死小鬼？你回去会不会做一个什么法，让他那个头痛或者是肚子痛？对啊，做法做法。小梦，你还敢再讲一个后面那一排的人的光吗？你敢惹卜阳吗？卜阳，最好。卜阳老师啊，小心被 K。你看他怎么光？他有光吗？没有，其实他的光是非常好的。而且是说看得到，说他的一头白撤退啦，没有，就是说，如果培养老师的话来看的话，是说最近可能要注意一下健康，所以可能在健康方面可能会比较差一点。大夜猫吧，第一我是过敏黑眼圈，第二我是比较晚睡，没错。然后你又。你过着很丰富的夜生活吗？大家都知道啊，真的是吗？我不知道这件事。我喜欢晚上喝点小酒，唱唱歌啊。因为我的算命让我得到忧郁，所以我下班都把它丢掉。哦，算命老师很少像我这么有同理心的。所以医生有叮过你说你在过着不够健康的生活吗？现在正在调整，没有错。OK。好像是会到夜喝醉的程度吗？没有，没有这种地步。听说你已经忙到没有空上电视了。是的，而且。我现在呛虾只点名上康熙，呛虾我们啊，呛虾别人啊，不用替我们得罪别的节目。可是这么忙，不就是你很高兴的事？生意繁忙很好啊，杂事比较多了。我现在把工作时数压少了，我大部分是服务一些业界的客人，是我当他们顾问。所以小朋友说什么注意身体健康这种事，对于稍微有一点点年纪的人，就是很准确啊。对啊。所以你13岁通灵是什么？有一个神飞过来还是什么吗？其实是因为我在小时候的时候，就是会比较容易看得到一些东西。你毕业了吗？我已经毕业了。你拿到硕士学位了？是因为当初教授不让我毕业，我也是把他惹出蛮多事情的。因为那时候我是在学校的门口开了一间塔罗牌店。对，然后那时候我们很多逢甲的学生都会到那边去算，说猜很多的题目，还有就是猜那个考试的题型。学生去塔罗牌算考题？对，算那个，比如说有30题啊，老师会 open book 啊，然后他会说，这次我要出30题，然后我看说，比如我有30题，那可能从里面抽5题。这可以报警吗？这个我觉得可以，需要报吗？基本的也是塔罗牌，你可以算考题吗？我没有算过考题，可是在我们那个朋友圈跟家里面，我们算期货跟股票，更厉害。然后真的有赚钱？有赚钱，可是很累。什么叫很累？就是
因为其实我没有研究这个，所以当算期货的时候，我主要都是算短线。那短线有时候一分钟卖或五分钟卖，它很短，对不对？你就要一直算它下一分钟到底是会往上还是往下。然后你一算出来，他们真的就买进卖出吗？你要单个人，比方说星星王子他跟我算，那我算的答案要否他的。不可以两三个人都用同一个答案，因为每个人的财运不一样。所以你说这只股票可能他买赚，另外一个人买就不赚。对对对对，如果说我帮悉尼算，然后说台积电会赚，然后我心里想哇这么好看，我也跟悉尼一起买，我不会赚。不可能啊，你们一起买进一起卖出，怎么会？就是会有可能。可是明明他就是账就是账啊。没有，其实我们现在算，比方说我们算九点半钟卖掉这只股票，它会赚10000块钱好了。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在看盘的时候，它就拼命往上涨，人就会想，哎，这份搞不好我再晚点卖，还是会再多赚一点。其实人的心哦，跟你算出来的牌，有时候你不会想相信算命，然后你就会迟一些。我妈妈就是一个例子啊。你妈妈？她就会，因为她常常找我算股票，然后我跟她说明天一定要脱手。她看明天大盘涨成那个样子，然后她又赚了，舍不得脱。对，她舍不得脱，就没想到再隔一天，整个下来都没有机会再上去。所以基本上可以算高低，但你这个人拿到拿不到，还是看你的贪欲。对对对，有时候你心里会，刚刚听你在讲期货的时候，你一直点头，所以你认同。我经常很多客人跟我讲。现在问我，我说马上卖，一卖就掉。会。但是他什么时候买，他没问我，他就亏了。你也不知道。蔡尚基一定有买股票，你有用算的方法吗？当然自己会去算一下趋势，那个区段个人的运势。但是这一个部分的话，个人归个人，他会受到大环境的影响，因为你自己的命格没办法去影响到整个大盘。但是大盘还有个股类股，它的一个趋势会影响你个人。的这一个好不好的运势。不过蔡尚基的皮肤算是蛮嫩的吧？这个也可以算。你是有在敷面膜是不是？哎，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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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没有。他天生丽质。他可能没有在过补阳那种生活吧。所以老师你是不喝酒？哎，我是不喝酒，不抽烟，然后不打牌。那你的休闲娱乐是什么？哎，他有桃花很重。还有被客人压在床上哦。他说的这个不是被压在床上啊，这个可能误解啦，就是鬼压床吗？哎，没有，我去客户那边看风水，然后看，那就看风水每个地方都要看嘛，要看到房间嘛，那就客户就带我进他的房间去看，那客户就很奇怪，这个为什么这个要叫我坐在床上？哎，那看就也不需要坐啊，那因为房间里头没有椅子嘛，他就叫我坐在床上，然后他就坐在。我的旁边都一样坐在床铺上面，然后就一边跟他讲解，讲解之后隔没多久他就自己躺下去了。那不是我躺下去，是他躺下去。他累了。哎，有可能，嘿，然后还伸一个懒腰，然后我看到他躺下去又伸一个懒腰，我就站起来，然后就跟他顺手跟他讲一讲，然后就讲到外面来这样。你很无情哎。然后来或许化解一场危机吧，对，但是或许我们自己想多了啦。蔡尚基，你上的节目有被别的命理专家给拿走的吗？我自己并不清楚啦。不过如果是有那回事的话，他也是他该得的啊，因为他有本事嘛。Okay. 所以本来因为别人的口才比他好，会乱讲话，巴结那个制作单位。我知道，替他作证一下。所以是真的有这个，是真的有发生这种事啊？真的有。我自己不清楚，我不知道有那回事。当时我们上命好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刚出道嘛，但他之前已经出道很久了，但是都没有红过。我记得印象很清楚是，蔡老师录上一集，我录下一集。对。那这个老师看到我们的时候，用90度的躬，两位大师好。嗯。但是这个时候蔡老师告诉我说，你要小心这一个人。上呀，就是都会呀、啊，因为其实同业会竞争、啊。不是这个原因，是因为，某些人会有很多的小动作，像一般命理师来讲，其实像，制作单打给我说，我说，我本以为说是找我一个人来上这康熙来的，后来跟我讲10个，我说。我可能没空。找你一个人来上康熙？对，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啊，因为一般节目都是我们一个老师或两个老师上，怎么可能一大堆老师？是说趁我们俩不在的时候吗？除非说我跟蔡老师两个想要这个改行当这个主持人，我是认为这一个老师是未来的一匹黑马了。那姿态越软的人，他以后的发展先蹲后跳的那个弹性就会越来越客气了吧？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不是这样。你们想法很负面的，他就不能只是单纯的有礼貌吗？
不过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个性跟风格嘛。那可是很明显的，制作人说蔡老师这集就不麻烦你了，因为我们已经请了谁谁谁，会这样子吗？会。当然，如果是他没有发你的通告，他就不会有后面说不好意思，因为没有发你的通告，那会不会砍你的出场的价格？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情，就只有就是通告后来。通告后来就没有了，但是没有了，但是也不一定就是人家去抢了你的通告了。所以前面的小朋友应该要厉害一点呐、对，艾菲尔，你没有很厉害吗？我今天出门前，我自己帮自己抽一张牌，他是叫我冷静一点，然后我再加上。你本来想干嘛？抢鬼太小心了。没有啦，就是因为也有前辈在场。他每天出门前都要抽冷静一点，不然会太激动。对，所以我就觉得就。所以你本来想要讲什么是没有，我就觉得就看机会发挥，但是我觉得因为就是因为有前辈在场。可是你有懂刚才几位前辈说的这种说你要对制作人殷勤一点，然后我觉得因为毕竟在这个圈子里面也有五六年的时间，然后老师们说的那些事情确实是也有一些种发生在这个就是同业里面。你也被夺走过节目？我觉得不能够说夺走，因为毕竟学塔罗牌的人也很多这样子。那这种事情本来也会发生，那我觉得我们学命理本来就要看得比较开一点，因为也有可能就是说比较没有观众缘，所以那样的时候就会自己沉潜。有人说你没有观众缘？我自己如果没有上通告的时候，我就会反省是不是没有观众。所以你会在家一边哭一边抽牌吗？你说我的人生怎么了？不会，我会觉得就两种，一手拿葡萄酒，一手冷静一点，不要再酗酒。就是可能会就是说变则就穷则变则通了。那我觉得就自己会加强方法，就是说是不是有一点观众缘？那比如说我佩戴一个白色眼镜，对，那这就是之前去拜拜，然后拜拜那个人说你要佩戴白色眼镜。那蔡老师的红眼镜怎么回事？那可能应该也是他自己的改运的方法吧。老师，那是你的新花招吗？我是搭配整体造型。因为你穿着是有越来越花俏的感觉耶。是因为年纪开始大的时候开始变花俏。你看艾菲尔的白眼镜，你觉得这样有帮到他忙吗？很有型啊，很像玛丽欧哎。对，而且在。对，我就觉得我。你说出我的一个困惑，我在想他叫谁？对，是小梦刚才在讲光的时候，你应该就有翻白眼吧？没有，绝对没有，没有，没有。可是小梦有刘海哦。OK， 棒棒糖男孩刘海，我觉得艾菲应该是不会，他是个蛮谦虚的人。是哈，真的，他是算不错的。那我要讲的是，其实，我今天要抱怨一点事情，因为我今天看到星星王子，我要讲说，当时他出了问题。其实包括Tiffany 啊，包括很多的星座专家，很多的祖先。都跟我有关，处理。其实算命算什么？我连鬼都可以处理。那我现在讲的是刚好遇到星星王子，我要讲说，当时其实他病危在台大医院，他的命有一半是我救回来。真的假的？真的是这样，因为他当时病危在台大医院，分泌指数3，他可能是有不知道。但是因为他妈妈跟他老婆，刚好我那天在录那个另外一个命理节目的时候，刚好来宾刚好缺席，我带他妈妈到这个新庄的地藏庵，跟神明跟菩萨谈条件。把他命救回来啊！那你现在这样讲，我如果问星星王子，他不同意怎么办？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当时我就说，当时其实他妈妈跟他家人有跟菩萨神明许愿要拜祖先。我觉得这个节目我这样录不下去，你这样说太过分了。没有，我讲的是真的。如果要讲是神明救又也不是你救的，不要这样邀功。那真的是这样，你不要以为面人想替你管，是懒人想替你管。不是，这样不对。刚才我提到，其实不止一次在吵架吗？对，命理天后也是。张伯乐，你停一下，因为你既然提到当事人在现场，我只好问他了哈。这个他这说法你要接受吗？这种无法考证的事情哦，其实我觉得。是没有必要浪费口水了，是不是？ Okay. 那我没有不敬的意思啊。那我觉得当时大家真的帮了很多的忙。我觉得我当时上节目的时候跟大家讲过，我的朋友很多，大家帮了很多的忙，大家尽力做。那不知道，好，我知道，这我听懂了。对，我想是大家的力量，我觉得都有。Okay. 你说跟神佛谈条件哦，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谈条件。如果他今天真的是神佛，那有。太多东西可以被决定的，我只能说，我很高兴我没有看到白色的光，我只能这样看，因为就昏迷指数3，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哎，那我很惊讶你会用别人的生命的情况来做例子来显现你的功力。没有，这个东西其实我们要讲的就是说，有时候很多人认为说命理是一定无所不能，就像以我来讲，我也不会每天出门在翻通书，哎，预测我怎么样怎么不会。所以有时候命理师出了很多问题，其实是很正常的。那专业里面，其实我们讲，刚才你们讲说命理节目为什么停掉，我这边爆个料，因为本来不能讲这种事情。
命理节目之所以停掉，是因为预算的问题，并不是老师功夫不好。Okay. 没有收视率，收视率也有，只是因为他重播，我一集收视可以0.5，那我重播还可以0.4、0.5，干嘛再花钱再录一集的节目？所以他可以重播嘛。那个江老师跟你报告哈，我跟欣欣早期在做罗碧玲的节目，那时候还没改名嘛哈，我们在年代做那个命运大不同的时候，收视比涛哥的节目还高。连着一年多收视冠军，结果嘞？只是说那个时候我们做的节目收视很高，因为那个节目是大家都喜欢看，其实算命人口很多，是对。OK， 那我觉得这些节目呢，它能够撑这么久，最主要的原因，它是团队很强，不是老师也很强，它是团队塑造了老师的很多的形象出来。对，我觉得艺人也是一样啊。今天你功夫再好，但是呢，我觉得老师是要有专业的。所以，对楼上的老师们是不是真的比较厉害？所以楼下的弟弟妹妹们就比较。小梦现在有没有觉得楼上的老师们还蛮可怕的？其实我觉得，对，有什么光？有没有红色的？有飞刀跟飞剑的。他现在看到吗？看一下啊，他会将伯乐扯林正义头发。星星王子，为什么你们楼下的西方派别的人比较好像很 peaceful 哎，对，你们为什么比较没有？那我觉得人生有很多事情不是准的问题而已，是有很多你必须要做生命成长的问题。OK， 你的生命该怎么样去发展？其实有的时候，尤其我们看命盘好了，看占星命盘，不是看你准到怎么样的地步。哎，可是是不是因为你这个态度，所以使得有些制作人觉得你讲话不够辣？对。我相信是，那可是我觉得重点不在于要不讲的辣，讲辣吃麻辣锅就好了，干嘛找我？对不对？讲难听，要我去说好话，你回家自己玩自己就好了，干嘛找我？讲难听是这样子啊，我说实话，自己玩自己之外也不用讲出来。我讲的文雅一点了。所以广播节目你也碰到？我非常喜欢广播节目。我广播节目，我从广播节目开始出来，民国78年开始做广播节目，做到现在。然后这现在当然没有，因为后来郑怡离开了嘛，因为最早的 partner 是郑怡啊。对，然后跟郑怡做广播节目，做了十几年，什么大牌明星都访问过。是，我运气很好，我必须讲我运气很好，因为我真的访问过非常多大牌的明星。对，香港四大天王我三个访问到，而且还拍过照，有签名，都有做记录。可我从来不想谈这些东西，因为不是重点。对，我其实后来在看命盘的时候，会发现一个重要的事情，说这个人的成长会盖过很多很多事情。嗯，我们宁愿把这个东西抓出来，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会比他创造他自己的生命的价值。可是一般的命理节目是希望讲具体的，说哪个明星会遭遇到什么事情。你知道有一种很尴尬，比如说就有人在部落格上写说你，我对不起，我可能是来踢馆的，因为你讲说什么处女座的人绝对不可能会成为别人第三者什么的。那我其实很委婉跟他讲说，其实这种事情很麻烦，因为制作单位要的是那个效果。可是我们在谈到的东西，它其实是个比较值，它比较不会，并不代表它一定不会。那所以，可是制作单位要求的东西是说，你一定要把那个血喷出来。对。可是有的时候对我们来说，生命中本来就有许多意外，然后这种意外可能是你的一个心念改变。对，所以算塔罗牌最清楚了。塔罗牌在算未来绝对不准确，为什么？我先告诉你说你未来非常好，你说啊，那我就不努力，那这个路径绝对改变，是这个路径的问题。那如果说我先告诉你说，我曾经算过一个要考护理长，一算啊，死神怎么办？考不上啊。可是后来问他，你考上了没？他说考上了。嗯。他很感谢我，他说因为你告诉我那个有问题，所以我重新换一条路径。他重新换了方法去学习，哎，就考到了。OK。我们喜欢听到这种消息。那你说 peaceful 的问题，我觉得在西方命理来看，一直强调非常多心灵上面的东西。嗯。从我们这边看到的小梦的那个头衔是道教塔罗牌，这是什么东西啊？因为这是我的算法比较属于另外一派，就是可能跟江老师跟你是新创的，对，是混搭吗？对，这是算是新品种，对，濮阳是可以这样的，是不是？我也可以这样子啊，所以易经加上塔罗牌，所以你是做 hip hop 易经也可以，我也曾试过，不过后来觉得说可能太复杂了，我还是好好搞我易经吧。OK， Tiffany 的妈妈。你妈妈是算什么的？我妈算8次紫微斗数。那你为什么没有继承她的衣钵？我妈会就好啦。没有，就是我是一个懒惰的人，我就觉得大家不要都研究同一碗里面的东西。所以有时候回来我们会用西方跟东方的来个匹配。那你跟你妈会斗法吗？不会耶。你说让桌子飞起来，其实出来结果是一样。她会干涉交朋友的事情吗？嗯。
其实会，他会用紫微算说你不应该跟什么朋友交往。对，他会紧张，父母都会紧张。你们俩是紫微扫把，这个是小人啊，或是这个人花心啊，他说你要小心。那他算的都结果都验证了吗？对，我封他为乌鸦女王，因为他跟我大家就讲坏事，他好事不会再讲，所以他坏事都讲中啊，所以我都叫他。可是你刚刚听到郑雅云的故事，他连自己的女儿都搞不定，这样。其实就像命理师都会有一个。就会有个心理上的前提，像星星王子说的，就是虽然我们算准某一件事情，可是每个人的心路历程不同，心灵的感受性也不一样，所以最后他可能驱使选择一个，他虽然算出来了，可是他不想选择那条路，所以有的时候我算这对恋人可能要分，他问我说可不可以算一下，我说如果我说不准，你们要分吗？他说当然不要啊，我说那你就不要算啊。嗯，因为没有必然要，对，没有必然要。有的时候你经历过这段感情也不错，你不要去管后果怎么样。Okay. 所以你谈恋爱之前不会抽一张牌，绝对不抽。其实我本人因为就算不准，我也要去谈恋爱。啊？什么？我说我本人非常排斥命理的。啊？对，因为我是学土木工程毕业的，那我在学校还是第一名毕业的榜首这样子。那我毕业之后，其实我你们今天揭露的旧资料真多。对，言谈中一直要讲自己讨厌命理老师。说四大天王我访过三个，这些事我都不想谈，可是你明明谈了。你让他讲句嘛哟！不是因为你们言语中一直你知道很矛盾。你第一名毕业的？我在学校是土木工程系毕业，第一名毕业，那很难想象，就是怎么会走到这一条？因为我当时后来毕业之后呢，我们画了很多的图，然后算了很多那个什么钢筋混凝土的那些，我觉得我这一辈子不能做这个事情。后来我就转型做室内设计。那我在接触室内设计的时候，我就碰到风水老师，我最讨厌风水老师那个时候，每次那个图画好，那风水老师没有一个都说可以的，全部都要改。你想显得出他们的本事啊？对，我就觉得为什么付钱的大爷啊，就是乖乖的认命就改啊，官小啊。风水老师官大，对，那时候风水老师，对，风水老师在台湾一定比设计师大吗？大，大，所以再大一句话决定一切。再大的设计师设计完之后，都得为了风水老师意见再更改啊，没错，对，所以他改的要死。后来我就想说，其实他到底有什么本事？我就很好奇啊。你是被气到受不了才改到风水？因为不是只有碰过那一个，碰过很多个。我每次画一个图，他就说厕所你怎么摆那里？那你这厨房怎么摆那里？这会绝子绝孙，这会什么？反正都讲得很难听，讲到最后你就哭着都就得改好，改好。后来我就想，这辈子我绝对不能这样。我为什么不能当那个角色？我为什么要当那个改图的角色？所以你现在有去整其他的室内设计师？你这个马桶就给我放在客厅正中央是对的啦，拉屎一定要给客人看的嘛。现在是这样，没有错。角色已经完全翻牌了，他终于熬成婆，他当然要整编设计师啊。所以你有很享受现在是大王的感觉吗？也还好了，不过当时就是我在学的过程很讨厌老师，你知道他老师跟我们握手，尤其那天很就是不晓得他是到底有没有名的风水老师，他跟你握手的时候，他的中指啊是就这样子勾着。啊，抠手心，抠手心，是男的风水老师这样抠哎，那就是喜欢，那就要勾引你的意思，是不是？很恶心哎，你是说每一个都这样吗？你说就某一个而已？蛮多个的，而且是在一个那种学会当中。什么叫每一个？那是风水界规定要这样子握手，没有这样。但是我在整个学习过程当中，因为我等一下搞不好谢谢江伯乐他也抠你，搞不好是你们风水界的一个礼貌啊。我们会设定啊，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以前大概二十多年前改一个名字大概是3600块钱，然后呢，我在学过程当中，二十年前3600很高吧？很高，算是二十多年前嘛。然后那时候他就说奇怪，你这个月业绩很少。我说什么业绩？他说你要设定啊，来的人一个人就是要收多少钱啊？你怎么只能收3600块？你要算啊，你要讲到他可以改八字，讲到他可以买那个水晶，这样子一个人我们设定要至少来的人越做越多，对，一个来的人要20000块钱。心想这什么老师啊？老师不是那个消灾解惑的吗？来了半天是设定一个人要缴多少钱。所以呢，我当时就是很，我对这个行业其实我觉得很黑暗。他讲这些话，在座也会有人冒冷汗吗？不至于。我当时很多老师一个说，以前是这个样子啊。就没有应该这样讲哈，因为这个业界分很多种现象。这种老师呢，基本上他们很少走向。在台面上的，对，他们都是在 on the table。那你们没有评估的制度，说哪一科老师没有几颗星？我跟你讲，台湾有很多，因为我自己创办过协会，那这个协会里面呢，哈，其实应该这样讲，有很多老师会聚集，像雅云以前也参加我协会啊，哈，谢老师也是啊，但是我觉得呢，我把它台面化了，然后透明化，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因为这样的话呢。
这个客户来了，他也知道他应该付多少钱。那我问一件事情，请问虎阳，你是孤鸟吗？是，所以你是不参加任何协会的。是，所以你有跟其他老师出去喝一杯吗？没有。你晚上唱歌都约什么样的朋友去唱？酒友跟歌友啊。是演艺圈的人吗？有啦，有些是啊，有些是演艺圈的人。所以演艺圈谁是你朋友？朋友啊，真的朋友不多吧？大概这个老退休的那种，出来搅和搅和就这样子。是。所以今天有哪一位老师惹到你吗？没有，不过我觉得不行，一个人自己经营就好，不要消费别人。嗯，是。我认为这样子我不高兴。可是你在唱片圈，是你曾经改过名的人都红，还是比例上也会有一些人其实没有？不敢讲啦，不敢讲全红，应该十个有七八个吧。所以你心里有没有就是你误以为他会很红，结果竟然还好呢？不是哦，倒不是啊，我反而想说会红，但红很比我想象还多的反而。可是像葡萄叫米可白以后来康熙。在座的其他艺人都会觉得很诧异，说啊，米可白吗？然后在节目里就会开这个名字的玩笑。是啊。那你如果看到葡萄被开这个玩笑的时候，你会替他担心说他会守不住米可白这个名字吗？我不会这样认为。我认为当一个艺人被注视、被 focus 以后，他会比较出名，剩下看他自己发挥，就有机会，机会就会成长。那米可白这个名字，就是你觉得已经在所有可能性里面帮到他最多。我尽量。我还看到电视上你常讲他是叫做立刻吧，我从来没有，因为这个太明显了，我不会这样子。别的艺人我听过叫他立刻吧，可是是很好记的名字，是蛮好记的，习惯就好。那你当时有说服他吗？说要用这么可爱的名字？其实我给他很多，是他自己挑了。OK， 像高以翔了、安以轩，我给了很多名字，他们自己要挑那个名字，而不是我只给一个。其实不同的人会算出一大堆不同的名字来。不同。那到最后就是当事人自己。决定哪一个适合他，因为在算濮阳老师之前，我也有找过两三个老师算过。你都不喜欢那些名字？不喜欢。之前的老师有改什么宋云珍，因为我本名是云一，然后就变成云保留，然后珍是一个字，一个秦朝的秦。然后想说，好像那笔画好多，后来又取什么宋景杰，风景的景，然后清洁的洁。然后我想说。怎么？而且取了二十几个，这样列出来，我想说没有一个是我喜欢的。然后就只是告诉我说，哦，你要穿绿色，多穿绿色，然后，要脾气收敛。我觉得会算命的老师天生都有一种，不知道是灵气还是什么。因为我们家我爸他们也会看命，那个紫微斗数。然后每次那个像。那个不是有数字，就是100分、20分，而且我在节目上只要一看到，譬如说这个数字，哎，那个感觉人是冲上去的，他每次都是100分。然后我就刚刚有跟像曾毅老师说，这个是不是天生的？因为你天生还有天生对，还有一次像我跟濮阳老师，我讲说我开会的时候，通常我会看一个人的左眼球，因为我很早就出社会了，然后也碰过非常非常多的。那个形形色色的人，所以我其实你被受伤也有过，所以那时候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久了久了，你会发现只要一个人要说谎的时候，他的左眼球都会动。左眼球会动。对，然后有一次有一个命理老师就说，其实如果说譬如说要做生意啊，你去开会的时候，你可以注意他的眼球。然后我就说老师是不是左边？他说对，就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左眼球有反射到一个跟说谎有关的神经。对，然后那个也是我天生就是。很敏锐的一个观察，害我现在一直凝固住我的左眼球。对，真的。那请问一下，你到底有没有跟吴宗宪交往过？没有，明明就在闪左眼球。真的没有啦，对，这可能天生的。我问你，像你这样爱算命的人，如果碰到这种道教塔罗牌的新出现的品种，你会很好奇要去算一次吗？其实我要讲，因为我是基督徒，就我妈是不准我算命的。Okay. 可是我从小我就很喜欢看星座的节目啊，而且我朋友只要一跟我讲那个，譬如说她新交一个男朋友，然后她就说她的星座，譬如说是天蝎座，然后可能她还有月亮星座、金星、水星、火星，因为我就很喜欢去研究那个，因为她好像是分很多，月亮好像是反映的。外在反应的一个思考模式，就遇到突发状况，我自己这样解析啊，我不知道。所以你平常没事会唠刚刚那一段有关星座什么上升不上升那些吗？我朋友都会找我算，真的。然后我帮他看过很多，而且还有。所以像小 S 这种不太热衷的女生很少见吗？
不会啊 ，S 其实不热衷也 OK 啊，因为 S 的个性他本身就是很稳定，然后又很乐观。不是因为很多人会说你上升是什么，我哪知道啊？猴子吧？你怎么？我以为是马哎，我是人吗？上升是20岁还是30岁以后的一个？不是这样判断，因为30岁上升基本上是一个人格的自我独处的时候会出现的人格表现。嗯，他通常比较倾向于一个人出去散步、逛街、去跟别人买东西。但他只要出现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他的太阳星座一定会反射出来。太阳星座是一个很直接的反射，他只要碰到一些人，他想保护自己，太阳就会出来。那上升就是自己跟面对家人会有的态度。哎，各位老师，我要把最后机会给艾菲尔，他今天讲少一点了。艾菲尔，所以每一次有新的年份来，就要想要判断一下接下来这一年运势，这个事情有道理吗？因为它只不过就是一年当中的某一天而已。我觉得不是这样讲，因为大家来到2011年，从国际事件或说从一些这种金融或环境，其实反映出一些比较重大的一些事件，不管是从天灾或者说从一些异象。那特别是前一阵子不是在俄罗斯发生了那个恐惧攻击事件嘛？哈，刚好从木星是在1月22号进入到牡羊座，所以那个爆发的事情在23号的9点多，所以等于说木星进入牡羊座不到24小时就。在新闻里面讲那真倒霉，就被他纠正。对，就不到24小时就发生了一些。对，所以我会觉得可能还是会有一点。那你可以稍微推算一下我们节目什么时候会停吗？我觉得要不然来抽一张塔罗牌就可以知道了。我们节目玩过好多次，就都没停啊。那就继续开，继续演啊，对啊。那陈汉典怎么样会消失？陈汉典什么星座的？我们暂时做法把它弄。老师可以让他永久消失，他是最准的。好，那我帮大家。我们不要闹你好了，就是你告诉我们新的一年，你觉得？所以应该注意自己的生活是什么类型。OK， 我觉得大家都适用，就是休息自己的脾气，因为今年是一个容易犯脾气的一年。你说这一年，这一整年，好，不管是人，我知道我刚才二楼有看到一个，有对，然后老师脾气。所以我觉得家庭里面，或是学校里面，或者是社会上，都是要修炼自己的脾气哈，这样就不会有一些冲突的事情。好，这个建议很好。嗯，好，我们大家一起修炼吧。谢谢各位老师。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 AB 克菲尔益生菌，含7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能产生伽马、色氨酸等助眠因子，难怪吃了更快入睡，夜睡得更好。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杆菌 M1 的产品。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技转，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真的是一大福音。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K、 维生素 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专利制成，无塑化剂、无重金属、无人工添加物、无410项农药、无香料调味剂、无防腐剂、无色素，7大保证、7大认证，觉得好安心。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